有好多同学都看不上蘑菇，他们觉得食用菇看起来再白嫩，也是泥里长出来的，从根子上就烂，所以学校就巴巴地把它从菜单里撤下去了。听了这话，我是真的会谢。拜托，蘑菇长成这样只是为了活下去，好吧？他哪在乎是不是讨人喜欢？只要一点点积攒包子。